家门口开了一个冻蔬菜临时销售点，过去看看热闹。早些年，囤菜是一种生活方式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，交通运输、种植技术也越来越发达，在冬天吃上新鲜的蔬菜已经不是什么难事。囤菜过冬，大多是一种记忆，一种情怀。一丁点盐，一点蚝油，一丁点酱油，再加点香油。炒羊排，拌白菜心儿，安康鱼炖豆腐，炒豆芽，紫菜汤，开吃。外面的五光十色，比不上家里的灶台烟火。家常便饭，简简单单，要珍惜每一顿饭的幸福。